今天是2020年10月29号，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的23:02。刚才发现左脸那边呢，有个地方是好像有点肿啊，挤了一下，有点好像有点臭味啊，有点好像那个化脓的那感觉啊。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，我感到一个钩子，啪一扔呐。把勾在地球上了，勾在地球上了，一个钩子一扔就勾在地球上，勾在地球上，勾在地球上以后就拉根拉根绳子就往前拉，再拉呀，地球本身一直在旋转嘛，一直在旋转嘛，一直在旋转，它就在那个旋转的顶端呢，拴了一根绳子在拉呀，是这样拉法的啊，是这样拉法，顶端拉了一根绳子。拉了一根绳子，就非得就是拖着地球在往前跑，拖着地球在往前跑啊！我们在高维空间看的话，就有根绳子，就往地球上一勾啊，就往前拉，就像那个一个钩子，就往这边一勾啊，就往前拉了拉。在拉的时候，地球还在转，还在转，还在转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在钩的时候，就在那个在这样旋转的话，在南极或者北极那个地方拉才行的啊。在北京那边拉，在北京那边拉啊，在北京那边拉，拉，这样，这个方向再拉呀，拉，这样拉的时候，这样拉的时候就，然后就是，地球啊，就像那个火星方向在移动嘛，往火星方向移动嘛啊，原来一个钩子钩在这边啊，钩子往这边一钩啊，可能要钩子一钩的时候钩到那个。万里边也影响到那个牙龈那边了啊！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